马桶人 VS 监控人正版第60集不是已经出了两天吗？大家都在期待这61集的发布，因为第60集的剧情实在是太烧脑了。马桶人阵营发生了内讧，金门的头号打手不满金门的领导，对金门发动攻击，差点就成功了。好在马桶人博士及时出手，金门才逃过一劫。不过很多兄弟认为这是金门和手下演的一场戏，是给泰坦监控王设下的一个圈套。也有兄弟们认为是马桶人博士伙同于威风马桶人演给金门看的戏。这剧情关系实在是太错综复杂了，所以大家都想快点看到61集来给大家解决。虽然最近两集更新的时间比较规律，但是大粉 boom 还是很贴心的提前给出预告，让兄弟们暂时止痒。今天我就看到一个播放量已经达到150,000的预告片，简介说这是来自 DaFunk 亲自送达的消息，点赞也有2000多个，一般情况下是不该相信的，毕竟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DaFunk Boom 的主页上并没有这条消息，可是宁可信其有，我还是将这个线索说出来，万一是真的呢？起因是这个朋友发了条帖子想看第61集，有人就回复他好的，然后给了他一个链接，结果链接里是这个，然后大 fuck boom 出现了，给出了一张61集的图片。我个人认为这张图片100%是假的，因为之前大 fuck boom 给出的预告都是实景截图，但是这种图里无论是泰坦音响人还是 Jimin， 甚至作为背景的监控人运输艇都是从其他场景里抠出来的。我甚至感觉我花点时间可以找到对应的原图，最后的决定权还是交给你们，如果认为是真的，希望你们能够说服我。